我们交通部啊，民航局我们副局长，华航公司我们孙董事长、魏董事长，以及我们隐晦各产业界重要的我们各位董事长，所有的贵宾，台南市议会我们公务议长，以及我们台南市议会所有的议员同仁，我们叶委员、陈委员，今天是我们共同来见证台南历史的一刻，将我们台南推向国际一个门户打开，带来我们新的契机的时刻。台南是一个文化古都，人文荟萃，我想这些大家都心里面非常的清楚。那香港呢，是一个国际金融以及航运的枢纽啊，有东方之姿的美誉。我想这个国际航线将带来我们两个城市经贸、经济、观光等等无限的商机。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有我们民航局，包括我们华航孙董事长所率领的团队，在我们赖清德市长所率领市府的团队努力之下，我们台南市因为全力的支持，将来我们也期许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，能够有诚如刚刚我们赖清德市长所言，未来不止香港、台南、台南、香港，更有我们其他的国际航班打开我们大台南，包括我们云嘉南地区一个新的国际局面，打造我们区域的大营最后我们祝福我们今天首航启航仪式圆满成功，祝福我们大台南、我们华航以及我们整个的大台、我们的台湾经济发展，然后商机无限。